就是等一下出去的时候下那个楼梯会脚会错啊。哦。啊，师弟快到啦。所以切记啊，慢慢走，不用急。啊，我们已经到了最内部了，啊，总算可以站直了。哦，哦，有回音。啊，哦，这就是金字塔内部的减压室。哇，你们看到里面还停留着5000年前的空气的感觉。来吧，看看这两个可怜的小孩子总算冲出来了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，你说这是解压室？对啊，因为它这一个是金字塔是做实心的，所以说它为了要做这一个，所以它必须要一片一片做减压，才不会垮下来。那这个减压室也许有6层楼这么高吧。